又到长沙了，感觉又要吃辣的感觉了，也是我肯定要支持一下我们的大师兄。大师兄是谁？等一下你就知道。那现在给我们揭秘一下吧。一个提示，就是不是姐姐，是哥哥。这一次我们探的是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我们的大师兄呢，真的他是有无限的精力。因为现在他同步在参加这个综艺节目以外，也是开了全国巡回演唱会，又要排练，又要彩排演唱会。我觉得整个就是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现场给他加油，希望他在这个披荆斩棘里面能收获一些友情以外，也希望他得到一个美好的回忆。另外那个哥哥是，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是有机会看过他的电影跟他的电视剧。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坚持去做健身，把自己的体型管理得很好。好多人以为他都是一演员，其实他唱歌也很好的，我都没有想过原来他唱歌会这么好，也会乐器跳舞也不错，所以我也有鼓励他过来披荆斩棘的哥哥。我觉得他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舞台里面找到表露自己另外一边的场合的地方。我们去哪里？应该在录影彩排舞台。来，我们把那个窗户的大门打开。哎，靓仔咁嘅，好年轻啊！应该的，应该的，这个是号称号的秦昊小秦。你好 ，Hello， 你好，师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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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俊欢，你好。完整之前我们拍了几个小时，然后都没有特效，现在有了，有了，爆破。那你来他们就来，刚才还没爆，马上就要爆，对，爆了，有点闪。座位，哎，放了我的包。那我不客气了，我自己坐。客卿，先让我坐一下你的位置吧。我们漂亮的经纪人在哪里？很有诚意，很有诚意啊！啊，是来晚的。是每一次就是可能有加减的话，就每一个礼拜都不一样。有时候会很多成员的，会没不无所谓，无所谓，就一直加出来。我们硬广很有钱的，没问题。拜拜 ，Tomorrow。开心，现在主要还是演唱会，肯定是现在，因为第一功嘛。这个舞台没有试过，演唱会也做了很多，就是紧张的很在意。对，起码这个舞台演唱会没有爆破。对对对对对，哦，这个你要忍住，等一下。对，尽量不要不要，那个完蛋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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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2000 years later， 看完他们的直播了，非常精彩。我在这里跟柯琴老师跟沈正轩小朋友打一个磕，希望你们在这次第一功的舞台上面很好的享受以外，见到你们都发光发亮，希望下一个舞台更发光发亮，加油。